剑法的确不错。 你平日自旷工盖世，怎么对付不了这几个奸贼？没想到他们的武功如此高深。哇！哇！呀！呀！ 好好好
你是东方必败。令狐冲，你剑法极高，但我刚才若不是顾着连地，这一剑你是刺不到我的。不错，我们四个人联手也打不过你。阁下武功极高，不愧是天下第一。好，足见男子汉气概。我已经十年没下过黑木崖了，可到头来还躲不了这恩恩怨怨。东方不败，你真的十年没有下过黑木崖了吗？将死之人何故狂语？那你是怎么暗算定一师太的？我东方不败，天下第一，杀个人何必偷偷摸摸呢？西行大宝，这就是你那葵花宝典，它一直穿在我身上，现在我把它还给你。葵花宝典，葵花宝典，哎，欲练此功，必先自宫。这葵花宝典要是交给太监去练，那再好也不过了。十二年的恩怨终于了结了。你少废话。
奉文成武德，仁义英明任教主令，李明德、张唐生、陈建宇、武魁、尚任琼、刘培德、步苍行等人，甘愿充当东方不败、杨连亭的走狗，现将他们革职，满门抄斩。这次消灭东方不败，冲儿立了首功。来，本教主敬你一碗。任教主功德圆满，晚辈还是先行告辞吧。慢着。你忙什么？老夫正想做主，将莹莹许配于你，择个吉日完婚呢。晚辈恐怕不能从命。怎么，你不想与我的女儿结为百年之好吗？衡山一派中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处理，我想其他的事还是再行商量吧。你爷爷，你赶快把令狐兄弟送下黑木崖。令狐兄弟，我跟教主这么多年，知道他心里想什么。你要是现在不走，怕是永远也下不了黑木崖了。向大哥，人生无常，你我缘分一场，是相貌的荣幸。哎，我把你拖入这么多的是是非非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向大哥说的是哪里话？
左冷禅召集五岳剑派在嵩山聚会，你要去吗？左冷禅野心勃勃，想当五岳派掌门，称霸武林，所以这聚会我是非去不可。掌门师兄带上通元谷的群雄上嵩山，的确是声势浩大，但难免会遭到其余四派的非议，也让左冷禅多了反对衡山派的借口啊。令狐公子出任五岳派掌门，那是顺理成章，可要叫通元谷的弟兄们都去，那就会节外生枝啊。特别是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，他们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嗯，有理。对。那好，就把他们都留在通元谷吧。不过，还得请你们二位跟我去一趟嵩山。是。对了，今天晚上要让通元谷的朋友们大醉一场，要醉到明天早上都醒不过来。是，在下马上去办。啊，有劳了，告辞。嗯。左掌门，泰山派的玉姬子、玉心子和玉音子前来拜见掌门。三位久违了。在下玉姬子、玉心子、玉音子拜见左掌门。起来，起来。你们是泰山派掌门的师叔，我哪能受这个礼？过几天，您就是我们五岳派的掌门人了。这也算是我们给掌门人行个大礼。哪里哪里，快快请起。我是一片好心呐。不过，五岳剑派能不能并成一派，还很难说。每派都有每派的打算。谁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？左掌门放心，别的派在下不敢说，泰山派嘛，虽然天门反对并派，不过我们已经想好了对策，到时候我们会逼天门让出掌门之位。嗯，这五岳剑派中南岳衡山派已经名存实亡，莫大一人难以兴风作浪，华山派岳不群不过是个平庸之辈，最难对付的就是衡山派了。掌门放心，衡山派一群乌合之众，旁门左道，哪有他们说话的份儿？
一禾，让大家跟上。好。不介大师。啊。大哥哥，你可真不够意思。 这么热闹的集会，也不带妹子我去开开眼界。是，令狐掌门，你要是觉得咱们这帮弟兄让你脸上难堪的话，你一句话，我们马上就回桐源谷去。妈，弟兄们，令狐公子是怕咱们衡山派一旦并入五岳派，让左冷禅当了掌门，那不就委屈了各位吗？所以令狐公子呢，就没有邀请大家一块儿到嵩山去。哎。 弟兄们是冲着令狐掌门来的，令狐掌门让我们上刀山，那咱们也上啊，还跑到小小的嵩山不成？不就是五岳派吗？他奶奶的，我不介要是进了五岳派啊，说不定还能当掌门呢。谢谢大家。哎，不用谢。陶谷六仙怎么没有一起来啊？他们能不来凑热闹吗？不过，他们都在酒店里。 分鱼吃呢！好，那咱们大家就欺负嵩山。好，好，好！这六个憨兄弟怎么被调到这儿来了？他们才不憨呢，嘴巴呀能把屋顶顶翻喽！ 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哎，有个大和尚嫌他们吵得慌，才把他们给吊在这儿的。哦，哎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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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
弟子令狐冲拜见师父师娘。你这怎么可以呢？你已经是掌门人了，行如此大礼，不怕人笑话？冲儿，起来吧。听说你当了衡山掌门，恭喜你了。多谢师娘。哦，一小师妹上个月已经成亲了。哦，师父，今天嵩山大会，左冷禅的意思是要让五岳剑派合并，不知您老人家的意思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我听师父的。令狐掌门，我们学武之人在武林当中最讲究的就是正邪是非之辨，把你逐出师门不能怪师父师娘心狠，的确是你犯了门规。多谢师父师娘的大恩大德，令狐冲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。我们一直情同一家人，何谈报答？为师只怕你今后痛改前非，倘若今日五岳剑派合并，你我也算又同归一派了。令狐掌门，咱们也赶快上山吧。好，咱们大伙儿打起精神，上山了，走。众位朋友，驾临嵩山，在下感激不尽。想必大家都知道，今日是我五岳剑派归并为一的好日子。我五岳剑派向来同气连枝，百年来携手结盟，早就是一家了。左某不才被推举为五岳剑派盟主，并连任多年，只是近年来武林中出了不少大事，左某与各位前辈师兄商量，都觉得五岳剑派归并为一，统一号令，便可以抵御强敌。不知左盟主，和哪一位前辈师兄商量过了？左某的确没跟莫先生商量过，不过兄弟早就说过，武林中出了不少大事。哪些大事啊？说来听听。比如说，你师弟刘正风勾结魔教，贻害武林，天下皆知。
再比如说嵩山派大松阳守费斌师弟在衡山城外丧命，就有人亲眼目睹是你莫大先生下的毒手。我莫大这点点本事能杀得了大松阳守？正大光明的打，莫大先生未必杀得了费斌师弟，暗下毒手那就很难说了。我们细细查看了费斌师弟尸身的中箭部位和剑痕，可都是你莫大先生的手笔。要想栽赃于我，我那点剑招谁不能防？莫师兄，论年纪你是长辈，总应该大局为重，私怨为轻。死的人已经死了，左卯在天下英雄面前发誓，绝不会因为费斌的死和你结怨。南岳衡山派对并派已经没有什么意见了，东岳泰山派天门道兄意下如何？我泰山派自祖师爷东陵道长创派以来历经300多年，贫道无能无德，不能将泰山一派发扬光大，可这300多年的基业也绝不能从贫道手中断绝。并派之一，贫道万万不从。天门道侄，这话可就说的不对了吧？泰山一派四代人共有400多人，不能为了你一个人的私心阻挠有利于全派的大业。玉吉子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反对并派正是为了更好的保存泰山一派，又有什么私心呢？铁门，你反对并派难道不就是怕你这个掌门做不成吗？哼，我这掌门做不做有什么关系？只不过这泰山一派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在我的手里给人吞并了。说得漂亮，其实你心里就是放不下掌门人的名位。从此刻起，这掌门人我不做了，你要做你做去。哎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没人要，我去拿来。你真舍得？有什么舍不得的？你以下犯上，忘了本门的借条了吗？你们早就串通好了。玉姬子师兄是你师叔，眼下又是本派的掌门人，仗剑行凶对他无礼，你是欺师灭祖。我只是一时的气话，这本派掌门人之位怎么能如此草草的传给别人呢？随便就把祖师爷的遗物拿出来，这种人还配做掌门吗？救掌门之位，欺掌门之位，救掌门之位，欺掌门之位，救掌门之位，掌门之位。这是东陵祖师爷的神剑，祖师爷遗训，见此神剑如见此人，咱们该不该听从祖师爷的遗训？掌门之位，掌门之位，掌门。